所有都要在上上，听懂？所有都要在上上，人都说要跟你们一样，孝是百善之先，孝是八德之首，叫做孝悌忠信礼智信德，八德之首，孝是根本。他这个孝道做爸爸，第一个他一定不管，他一定是很注意张口。我只孝顺我的父母，我一定孝顺的。你用他的礼物，用他的礼物，孝顺的孝顺的礼物，就是你苦你成功准备，有孝顺的礼物，不得了，就是换来用的礼物，他给你泡。最近有一个人抱怨妈妈，你看，有一个人抱怨妈妈，你看，经常很大，很感人的，抱怨妈妈，叫妈妈。怎么样？就是那个吗？那么大一点。你老公妈妈被土掉，被家长变大，他掉头劳碌，你是的。一般人跳舞，不像和尚跳舞，就是三个，对吧？北京跳舞二十几届，一般人跳舞很好。当妈妈抱孩子，家长变大，孩子抱爸爸妈妈，那是新的。跟稀有啊，你看不一样，你看那个网络啊，它就很远很远，这不容易。这爱是怎么卖掉礼物？你看我这份孝子人人敬佩，有孝子给人心，既劳永逸的传承，孝子生前生孝顺，孝子始终不断，二十四孝才能感染。他那么久了，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一道顺，一道顺，他不简单，顺，他是个最头，最猛的，是最大的国家家，他住校两天，被感动黑，能力呢？住校跟住校，住校两天，住校两天，大家感动天不容易，这个顺利的住校两天。经常被劳动兵做饭，刚刚不完母婴一下啊，就看二十下一个就说话，包揽完不不完，包揽呢，然后根本做不了，会出什么呢？足以呢，人跟讲话更困扰，更这个神奇。还有个地主家啊，叫做地相啊，对吧？这个都二十下一个就说话，不完母婴一下啊。成交的银，按嚣张的嚣女的业，业叫做嚣，嚣这个。我先讲个笑话，以前有一个小孩子姓张的，叫张小子。后来呢，认识一个肖先生，感情很好，要入群婚嫁了。他说我嫁给你没关系，我要万福县，万福县就是嚣张的太太。所以啊，张小姐关于嫁给肖先生。冠军性就嚣张的，笑话很有意思。有一个人跟他说：“啊，你女儿跟你还更不服气，叫做陈美玲。”陈美玲，他说很好啊，人家都叫我美丽的妈妈。美丽的妈妈，有个好见，来有正音气。而我呢是精致的爸爸。所以一呢，就是女儿叫做陈美丽。人家都叫你，这叫美丽的妈妈。阿旺呢，是叫你正英俊，他说这个叫英俊的爸爸，对吧？也很好啊，英俊的爸爸，那是名字姓氏嘛，就报一下，这是正英俊。这样的话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正有一次呢，他爸妈妈呢，叫他到那个在公园里。后来呀、啊，剃毛胎了，一上法国，幸亏啊，上面没有结婚证。就拿着大斗笠往下掉，往下掉，还好没有关系，黑不结婚。有一个让他下行，他叫哎呀，变变变，马上开一条路就走了，来落井下石。后来感动了上天，看大象为他耕田，看小鸟为他。
发出来，不发不能发吗？怎么这个样子呢？加上后面的过来这么棉花，他觉得这个太舒心了，熬不脱的经验。这个同学这样干嘛？他在喊不去的舒心呀。一般人你做完以后就你拖就你拖就你，但是你以前呢不一样，马上跪下求饶，讲两句话很感人。一句话叫做母在子安，第二句话母训三子丹。把妈妈赶走了，我也能做完。把妈妈留着，我也能做完。把妈妈赶走了，三个动作，一个母在子安，母训第三子丹。各位，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研究最高，什么叫研究啊？叫做道德上司研究，也叫做包容道德上。这还不够，各位，第二个要想开运，还有最很重要的叫开运卦。第二个叫开运卦。哪位闺女最很手中的开运卦，装扮的装，装扮的装，我要画的这个，这叫开运卦。也是要笑，哪有笑？这个笑要笑，笑是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这个你在台湾吗？没有那个学历都不错，学历就看有他人感觉都在对应，南北对应，图形对应，南域对应，很糟糕。我常说我发现台湾那种分裂的本质太小了，它是高管要红多共济到河中共济，要分离论述，那就是高瞻远瞩，真的吗？台湾没有分裂的本事，台湾是民主，各位，台湾民主跟弱武啊，他能够弱武八个武，不论是非，不论颜色，能不够，然后只论颜色，不论是非，政策的操作，对不对？只有深蓝深绿，只问男女，不问黑白，中间选民，要只问黑白，不问男女。或者水大没有让大家都或者水大挺大，水大没有让大家都真的很重要。我再讲一下哦，说先从不然大会忘记了，我刚问你告诉你啊，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该记得忘掉就忘记，一点三十八哦，该忘忘掉，该记得记住，列出大的重点哦，你就忘忘记记下来。该忘的忘掉，该记得记住。当然有大忘，没忘，真的。但是该记得忘掉，还该忘的都记住了，那大忘。两个单位是都会达到忘记单位去，虽然是清楚，但是有大忘。各位两位看到没有？不该单，把该记得记住，把该忘的忘掉，记住。当然有大忘，没忘，真的。该记得忘掉，该忘的记住了，就大忘。很多恩恩怨怨、宿宿灰灰，早该忘了一大堆劲，居然记得一清二楚，会快乐。很重要，各位笑对你们啊，一笑可以跟排头，一笑可以解千愁。都要记得早跟老母学，还是要很练。我经常警告自己，像我这么丑的，但不笑就完蛋。我在此不普通，我当然22年的校长，33跟32住对，为什么？我在这两年学校，我的校长最大，所以我当校长。我告诉各位，每天三大笑，医生来不了。每天三大笑，医生来不了。一笑一笑，一怒一恼，笑就年轻来一次，怒就老化一次。我笑口常开，健康常在。笑口常开，健康常在。笑一笑老变少，笑一笑没烦恼，笑一笑没争吵。笑一笑好运到，笑一笑事事好，笑一笑赞美一道，笑一笑呱呱叫，笑一笑乐淘淘，笑起来不太多。真的哦，你若笑到全身发烫，心就有用。各位想还行啊，因为你们发呀，笑到你们休养心就有用。你希望吗？你想哪有？各位没有不满血，全后来就行了。各位没有关系，全后来。稍微停止清楚，停止治疗各位不好的，稍微上帝有对他恩典，让他难下去，懂不懂不行？你有他们动不动就变你，又人会笑，他会哭会笑，你杀人他会掉泪，他会笑，为人应该在大王家休息，那叫不如。
队有功夫青年人，我们鲁阳华阳集拜队两份鲜活，你知道吗？这两份鲜活笑容满面，告诉我们说到越说越欢喜。所以一场时光一场大名这个诗人就来，就学到越学越和气，说到越说越欢喜，讲到越讲不幸福，办到越办越契机，行到越行越东西。这是告诉我们说到越说越欢喜，一场时光一场大名就多头一面很大。然后苏州人说说欢喜，我出班的话我把谁的忙应该是错，我都过得很自在，走就够够了，很重要，说到越说越欢喜，很重要。我就欣赏一个头，我一个人很棒，你看他的照片很足，不过把他你带在他身边，谁会有人看过像个人一样热火，我就欣赏他了。男子嘛，放火就了，但放不起，看这背影，就没有什么好老婆。因为我化妆化一样嘛，一堆水一样妆，你自己买的水，对方买的水告诉你看，会不会广告放低哦？我一堆我就买你买放低，因为不是很简单，因为我是认真，第一个因为我管老师，第二个管教班级，第三个西装开阔，第四个大富男。刚才那两个人叫大树玲珑，鸟雀人间多少事，满江欢喜笑开天下古诗词。这个对联，大树玲珑，容天下难容一事，开口便笑，难有了三个重点的，每家一起谈，五去不三场谈。各位，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研究最高，什么研究啊？叫做道德上司研究，也叫做 moral 道德上司。这个还不够，所以第二个要想开运，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叫开运花。第二个叫开运花，哪位姑娘今天手中的开运花，装扮的装。装扮的装，我要画的各位，这叫开运花，也是要笑，哪个笑？这个笑，要笑，笑是和颜者，添加达到。这个是在台湾哦，你有那个学习都不错，学习就看有差人感觉，都在对应，南北对应，图形对应，男女对立，很糟糕。我常出国，我发现台湾那种分裂的感觉太小了，像高考要同中共济，要和中共济，要分理论史，大家讲高瞻远瞩，真的吗？台湾没有分裂的感觉，台湾民主社会，台湾民主跟落伍啊，那什么落伍八个字，不论是非，不论颜色，我举错了。华主论颜色，不论是非，政策讨论，对不对？只有深男深绿，只问男女，不问黑白，中间选民，但只问黑白，不问男女。或者水上六项交通，或者水上地带，水上六项国家，真的很重要。我再讲一下哦，跟先从不然大队，我忘记了，我都不能告诉你啊，我们要忘记，我们要忘记，该记的忘掉就忘掉。因为大叔啊，该忘的忘掉，该记的记住，你也不怕我问你哦，你就忘记去这样子。该忘的忘掉，该记的记住，那你怕我别忘，真的，但是该记的忘掉，还该忘的都记住了，那怕我。反正那是杜哥哥找到忘记干的事，虽然是兴奋，但是有快乐。各位哪边快乐没有？就刚刚把该记的记住，把该忘的忘掉。不如，啊，不怕我回应后，真的该信的放下，该忘的记住了，对，就快乐。很多恩恩怨怨，事事非非，把该忘的一干二净，却还是一清二楚，就快乐。很重要，各位，笑对你啊，一笑可以跟抬头，一笑可以解千愁。不要自己找你老婆去，那这样很累。我经常警告自己，像我这么丑的，再不笑就完蛋。我在起步几通，我当了22年的校长，33就发了5度，这为什么？我在这两年学校，我的校长最大，所以我当校长。校长，我告诉各位，每天三大笑，医生来不了；每天三大笑，医
人生难途。一下一上一弄一倒，下叫年轻来一次，弄叫老化一次。等下火长安，健康常在；下火长安，健康常在。下一下老病少，下一下没烦恼，下一下没争吵，下一下好运大，下一下事事好，下一下赞人道，下一下呱呱叫，下一下乐淘淘，算是不太多。真的吗？你能够笑到全身发烫，行得了？各位领导还行吗？今天你们发一下，再不行他们休了，行得了？没希望了，你想他了？各位领导还行，请问为什么？各位领导没关系，请问下位同学兄弟，请问你好不好？请问好吗？下位上帝有对他真理，但他难改情，懂不懂我情？你有看过动物教育，绝对没有。幼年会笑，他会哭会笑，你杀牛他会掉泪，他会笑。有一天你大家告诉你们，是不是那叫温柔？这个讲的，这个叫弥勒佛，对不对？有什么可惜的吗？我们为什么白羊去拜这两个仙佛，你知道吗？这两个仙佛笑容满面，告诉我们修道越修越欢喜。所以你想说就是他带领那个师傅越来可学到越学越和气，说到越说越欢喜，讲到越讲不气，办到越办越契机，行到越行越通俗，这是告诉我们说到越说越欢喜。那学到就是他带领一个妖婆洁面很快啊，我师傅不要说这么欢喜，我师傅把头发头发没了嘛，就该不懂就是我都过来，你是这样做，就做过了，很重要。说到越说越欢喜，很重要。我就欣赏弥勒佛，各位弥勒佛很棒，你看他的照片很熟，然后把他弥勒佛在他身边，谁会没想过？你下次看一下，弥勒佛，我就欣赏他了。男子呢，放火就了，但放不久，他可以背你，这种要求很高，因为我把他放下来，一杯水干干，你一躺下来，水就往哪里水到哪，会不会往下淌的哟？我一定不会往下淌的，因为不是简单，因为是二个，第一个要烦恼心，第二个满家欢喜，第三个心交开阔，第四个大富于民。三个那两个灯，叫大富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满腔欢喜，笑开天下母亲愁。这个特别，大富能容，容天下难容一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可笑口常常开，欢迎人人来，没有我。他的名字很小，他的名字简简而易三，各位把它记住，它的字很棒，简单惯用。比如他说有事关心，无事开心，看他说有事关心，无事开心。我们说爸，他没有时间关心啊，不会烦他嘛？不开心是关心嘛，干嘛要烦呢？有事关心，无事开心。有理说理，无理莫理。有理。王有力，我有力，王善。告诉我来，我们再来复习一遍：有事关心，无事开心；有理说理，无理莫理。告诉我，这单单很重要。所以弥勒佛不简单，日日轻松过，夜夜大自谈。日日轻松过，夜夜大自谈。谈看，夜夜大自谈。我在那个睡觉时间啊，我就想到那个六祖坛有一句话非常好，它叫什么？叫做真爱关心长生两脚卧。有没有六祖坛有这句话？真爱关心长生两脚卧，都是真爱关心长生两脚卧，就是真爱都不要把它放在心里头。叫长生两脚卧，这叫做你哪天回来，吃的进也不难受。跟爱不关心，长生两脚卧，真的是很好。
对啊，我会把它关在心里头，要把两脚伸得长长的，躺得更舒服。既然十字路口应该都有，我会跟爱不关心，长伸两脚过。不要写错了，你把这两句话忘了，那就很悲哀了。要长卧两脚伸，各位要长伸两脚卧，要长卧两脚伸。哎，好啊，那刚刚怎么搞的？现在大家有真正看多，要真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是够用的，很重要，各位，因为我真的很潇洒，啊，很棒的。所以对我要做到了，第一个 EQ 更高，那 EQ 叫做情绪上树，对一笑树枝嘛，一笑就把一边了。就你对我讲过一句话，有人打老婆，老婆先跑掉；有人骂老婆，老婆嘻嘻笑。若嫌一毛啊，若嫌触脸上怎么办？任他树干掉，我也省力气，他也免烦恼。虽然不有你力气高，心中啊，我大你的了。有人打老婆，老婆先跑掉；有人骂老婆，免烦恼。这个 AQ， 那 AQ 叫逆境商数，这些地方怎么操？今晚咱们玩两套，我们要有一个理论啊，就理论做法。啊，伊那嘛会讲呢，伊那讲会说你看呢，啊，这边很重要，说到做到，我们必须讲。对，你不能在马路，你不能自杀年龄哈，站到小学，小学会自杀，不敢装，小学会自杀，这不敢装，你敢不敢？这么伊那嘛不要讲，给我，你看我们一个，一个家会说你看，你看到，看在空中包揽大哦，都有年纪了，我保你，对不？现在我们请归安放，太多人还做这个容忍度啊，太差了。真的哦，你这样都跟我们提到树心成长，什么叫树心 ？IQ 到智力张数 ，NQ 道德张数 ，EQ 情绪张数 ，AQ 逆境张数，逆境张数。这同时很重要，不然 EQ 好 ，IQ 不好，那感觉 EQ 很好啊。不然 IQ 的晚年拿到博士，但不懂得进退进退，有吗？有啊，对，在德国得到博士的叫刘德博士，到台湾变缺德博士，都可以啊，对吧？啊，刘美的不美，刘德的缺德哪里是啊？刘美的不不美呢？刘德的他缺德哪里是啊？这叫 IQ 有无 EQ，IQ 有 EQ， 你说四句都很重要。今天这个小朋友，今天不要小朋友更厉害。这两解药是目前最好的药，而且药的效果更好，药效果这中文有一个叫药效一个就让他们口里呢，这就叫效就让他们口里呢，你再做一个事情大家看另外两个都在做忙第一个这个嘛第二个这个忙，第三个这个忙，第一个眼睛看不清楚叫夜盲，很多人都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我在启智之窗哦，有22年，我看到你比当感受很多，我从孩子得到的比我给他的还要多。我连启智15年，我还发现我的囡仔微光，但我点烟，我点烟躲躲避。所以六祖坛经有一句话叫定慧等觉，怎么样？各位，我们六祖坛有一句话叫定跟慧可以打等号，这叫定慧等觉。所以即定之时，慧在定；即慧之时，定在慧。所以定力够是会发。像牛顿，他定力够，他发现什么？叫做万有引力定律。我想苹果不是第一个打在牛顿的头上。但只有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然后打在我头上呢，你最多叫你打你，你打我，我把你吃掉，都没有效。所以你看，不能一样，比如说我们接回家了，那因为我们几只脚放嘛，不能一样，从耳朵中间，它就容易变下去嘛，就不能一样，从它病都有，这是那种痔疮。第二，我是成年，这个当然比成年。
你看我干不干干，你光会让干我，那我没瞒他，我差不多了。连床都不敢上，他拿一个杯子，他拿一个杯子问学生，他说小黄就想，那个同学说小黄就想，那个黄老师忘家了，这里家了。这是不要了，这一点你看着，你看着光干干，我老师他弟都嫁一个女朋友，你看我们广播弟干干，我家在广播上好好听啊，广播弟，我那口齿话还够干干，我哪里不要下回同意，同意你才去广播，听说我打算，我哪里不要下，不错还够，可以考全系啊，很难，考半系可以得到第一名。接了360行，大学生接下半句，那该接什么？啊，没有，接状元。啊，接啊，不状元，惨了，会亲自要起诉学校。跳人来，你看文言，来讲讲讲，连写都写不完，360行，写都写不完，来吧，我给你当丢烂材料，来吧，我当当，这叫物理练习。所以啊，这个人叫正上叫物下。这样的答案就叫做哈不庄园，这叫做写多写不完。哦，关于告诉你，这种摆了给听到吗？什么都听到了。我告诉你，听到老音啊，告诉你，找到一个 A。这种会有感觉，我在其中就有感觉哦。所以我们学生啊，女学生啊，有人去当名模，现在公共电视有一个打手语的，当时我知道毕业生叫做王小舒，看到公共电视有一个打手语的，当时我知道毕业生，他长得高挑、脸蛋不错，就当名模去，真的简单的叫王小舒，对对对。对，我看他们跳的从头最漂亮，整齐划一，对不对？我看那个从腿上发力，好多人在跳，我看那条腿，整齐划一，对不对？勇敢放你出去，各地方各叫我出去一种方法，勇武敢放你出去，不是一样道理，那两动作一样，好漂亮，反正。所以我们刚刚来讲到，别叫我就隐藏身材，反正隐藏头长、手长、脚长，这个特别好，你根本隐藏身材。头长、手长、脚长，我跟你讲，我长不了胸啊，我就五短身长。我们今天带两胸呢，胸间三长两短，头长、手长、脚短，头长、脚长、手短，我就三等五倍。要的话五长，要的五短，要的三长两短。我当时我就三等五倍，好家伙，拿件房啊，等年反正花费。这三等五倍，有点道理，就人叫了三长两短。哎，对，有点道理，然后这很重要。你说那个体重的不好吗？不一定。我在体重就要70多，我为什么在海里？你的耳朵能够听到是非吗？哦，不行，我是聋子。那你嘴巴能够讲是非吗？哦，不行，我是哑巴。那你的心听到是非吗？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主天挂地，我能，我当然错了。你耳根听是非，什么都懂学是非，请问是非就是听来的吗？你口不能说是非，又什么都懂学是非，请问是非就是说出来的吗？你知道是非，是非就够了。我们人刚好相反，耳能听是非，口能说是非，眼能见是非，心还未必知道是非。我们还是讲寻常而神权，我们是寻求而神权。问题是啊，外面你看起来就是怎么样？寻常而神权。问题是啊，可以这样讲，寻之常啊，外表一之常，让它神权，对不对？但别大家拿好这种寻权而神权，当他两脚人才，就是多一份，有没有？有哎，这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更好。所以宁可行禅而神权，不要行权而行禅。不重要，真懂？我记得我上大学上学校，有人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们也放音乐，叫做早操。有一天停电了，音乐停了。我看底下听音乐老师啊，动作都跟着停了。但我们听到海语不受影响，看到对来对来告诉他，我才发现音乐不放给我们听的，不是放给他们听的，是他们的。
你要说那营业报告给你讲，我经验上这个他会怎么说？重大区别，咱们一部电影，情况比这电视是干嘛的东西啊？我说你那工具停电了，他不要命，他会怎么说？他说在那里玩玩，他玩玩。一样的会，天生我来必有用，就看用在哪里。碰到停电，他不要停下。真的，涨价停电呢，然后又涨价，啊，在那里玩玩，他会怎么说？就不一样了。我有一到这学生啊，到北欧、到丹麦、瑞典、挪威参加全球的青藏奥运，就上说踩他有半斤半。人家青藏都来了，他们打所有都聪明，但他们靠谱。我刚发现，你到了青藏的世界，不是他们青藏，是你青藏。他可以沟通，你就不能沟通了，激光感应。真的，不用忙过，不接。我讲个笑话，在英国伦敦啊，这个雾都知道吗？现在大雾弥漫，有一天啊，雾更大，伸手不见五指，都不敢搭，都停住边路。有一个人啊，叫史密斯，他赶紧开青藏了，怎么办？怎么办？我要开会啊，怎么办呢？那我大多了，雾太大了，伸不敢开，不停路边呢、啊，都要大，我帮你扫。几个街道，万人应该上道。这很多人，你怎么办得到？雾那么大，怎么办得到？我们先做简单，第一个这条路我怎么走？第二个我就下雾这个条路，我们不大行。所以呢，雾也就闹，那把这个家务清理一下，很大的雾啊，这样子，对不对？很大的雾啊，所以很难讲。所以今天我在这在教在哪？教育很简单，放这个地方都教育，放这个地方都对，放这个地方教育。特色你放在地方叫资源，资源放在地方叫特色，对不对？看对人是否，看对人是否。换了欢迎鼠蛋，换完鼠蛋增加农民；换了欢迎红果，要帮红果增加农民。真的哦，很重要。再讲几个故事。教育放在地方，有一个学生好，很糟糕，他不想读书的，老师很头痛，这应该用到你。不读书还可以的，又要靠我们吃饭，会经常别丢脸吗？他越往越没劲了，爬高爬低跑一圈。有一天呢，学生毕业了，经过若干年，学生来回来看老师，老师，我来回来看你，啊，你想，你搞不赢，我昨天越往越低，我到外边，不然怎么办？我昨天越往越低。那电力公司嘛，管他打个电压比较高，那电压就高，我会生气嘛。真的，他找到那个电力公司嘛，然后电压比较高，电压就高，他越高，薪水越高。就是他，我老师，我的收入比你高。那或者他放对地方了，地板湿，放在水中，偶尔要有气压，把家放在水中，偶尔他就自然湿了，对不对？你跟我再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学生啊，也是考大学，怎么考都考不上。你妈妈就很难过，所以五四年考都考不上。我们这学校不好了，那你说你了，说你了，说你了。今天来讲是别样的，今天来讲有点哦，喜欢雕塑，雕塑那。因为想要若干年后，他那个家乡要做一个塑像，为伟人做一个塑像。后来好多人来应征，那男他儿子也来应征。而且竟然脱颖而出啊，就选他了。哇！后来啊，这个铜像啊，下个落成之后，就请他发表意见。他说：“妈妈，因为我现在都看到，在大学，你看我的位置，我今天找到我的位置，这是我的名字跟伟人放在一块，为什么？这是我标的，这是我标的。你看不一样，天空火灾都在动荡，各位，很重要。就教育是叫上有师，下有下。”我是学教育的，我师大教师毕业，我师大教育研究所毕业，在教育界投入了30几年，对教育有点概念。那个人本叫许正文，说我们组织教育一组，叫上左师下左下，叫做上师下下，这样怎么给？你在怎么学？怎么表扬？学样？我经常能跨很久，经常能跨两级，我跨了一块单，你干很快，你哪会去？你哪去？很快乐的孩子来自于快乐的家庭，健康的孩子来自于健康的家庭，
他呢来去看家里说对不对，先有怕这个老师还有怕这个学生，先有活泼的老师还有活泼的学生，你说对不对？然后老师今天上课自己哭丧的，上课说叫学生说你们热啊，他热啊，他现在热得起来就好了，所以其身热不应而行，其身不正所以应不同，自己大不稳还是靠不住，自己大不稳还是靠不住，很重要，各位很重要。所以啊，第二个，我们大家都很忙，现在觉得身忙，大家都忙得团团转。像各位今天来听课，因为太闲了才来的，对不对？对不对？无聊，说我来打发时间，我来杀时间，时间很重要，还让你杀，出去要看。对各位，时间都是播出来的，没有剩下的，对吧？时间都是拖不来的，没有剩下的。要说忙，别说忙，哪一个不忙？有三种不忙：第一个，精神错乱的比较不忙；第二个，病人也比较不忙；第三个，死人靠总结。一个钱谈谈什么都不要做，好不好？要说忙，别说忙。但你讲忙，都失掉了本心。所以那个忙，忙怎么写的？叫做王心里，王心。这个心你去查字典，这个叫直心，直心。这个直心就是道直，心正直就是有道之的。所以六祖坛经有人说，叫心平和劳持戒，行直和用修禅，就是说，心平气和不必持戒，行为正直也不必修禅。所以心直，知心很重要。想忙就失掉了本心，各位不要想忙，你的本心就没有了。真的，跟美国的总统叫罗斯总统，你看第一夫人，从来没有讲在叫 I'm busy， 他从来不讲，我很忙，他不讲。你看俺大陆在说什么？他会讲我很忙，想忙就失掉了本心。第二个忘了也很糟糕。像我们写的，也是王心莲，你们看到王心莲，这个心已经勾起来了，这叫后面的心，这叫勾心斗角，已经勾起来了，这是直心和后面的心。很多人常忘，你怎么不来上课？我忘了，莫名其妙。有的学生都忘了，莫名其妙。王阳先生啊，连学生都忘了，什么怎么办呢？不简单，跟他来听，怎么增强？不简单，跟他借钱很管用。不要多三百五十，阿伟有会变高，他会记得清楚，他也可以重新播。所以各位，他忘了很讨厌，很讨厌，要正常来记。还有一个叫私心，各位讲吗？还有一个叫私心呐，私心有没有看过？这里啊，叫这个病，第三个，叫被光的，这个可以撞或者干，这里啊，光，这个能撞。也可以不看，广义来杀鸡啊，广义，啊憨厚来杀鸡，憨厚就不能放，憨厚那是这个，啊广义来杀鸡，我们听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黄天傻，从他那个业务大人啊，七十把寿，七百年，赵满玉又谢天傻回来跟他祝贺，好高兴哦，记者来了，我们来一个幸福联欢，今晚一个呢，跳舞啊，唱歌，他唱歌。对吟诗作对，所以他要他说带来吟诗作对，不过他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要人，最后这个是还要人，要跟他本身的身份，结果让他难光带来吟诗作对不上条件，第一个要人，最后要人，他跟他本身的身份，他的大女婿啊是老师啊，老师学问好，他更知道说人能弘道。飞到红人好厉害啊，他们跳红好厉害，人能红到飞到红人，他说他老师的身份，这个是个法官太厉害，他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就做这个工作，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他们说军官太厉害，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他们去犯犯，人家这个我们怎么几个组织过来了，今天的人又来说感冒，来给安排哦。包括我们，今天这样子弄呢，都比较都倒潮啊，都几多几斤的，就感冒，也不该先见面，搞来比较，你知道吗？
都不能低保的让你下去，你呢就当面了，不让你送你送你出来，说陈家不会，你还明人啊，陈家不会，他还明人啊，不要告诉你，人家是装生意，他不拉大夫的身份，人家不会，你还明人啊，这叫做急中生智，这个故事啊，这个笑话是个标杆。导师叫做人人同道，非道同人。法官叫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军官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公民叫做人家不会，你还明人，知道吗？这个是很高端的境界了，很高端的。好，还有一个呢，叫做心正嘛，各位，还有心正，一般的心正。心更忙，就是茫茫然，茫茫然，没有目标，好像打靶没有目标，航海没有土地，打靶没有目标，叫做无地放矢，航海没有终点，叫随波逐流。这两种情况险象环生，没有目标很危险，对不对？会惶恐。我想给你们，美国一个大法官，很忙很忙，忙着他们算。连拼命出简报时间都没有，连看每天的 schedule 的时间都没有，他拿命书帮他打资料，他拿资料上车看。就是占用，借用几十年，对不对？但你要占用它，石头占用叫做垫脚石，不占用叫做半个石，对不对？像这张嘴巴，长大的时候人用的是它，小时候一些翻红不会死。像这双手，穷人的是它，缺钱的也是它。像这双脚，被人家奔波办事的是它，到不该去的地方还是它，不是吗？你这样都要跟你讲，我是注意。我是垫脚石，我不当绊脚石，你说什么？我要当垫脚石，不当绊脚石；我要当助力，不当阻力，你说什么？我们这个身体也是这样，做好事是他，做坏事也是他，对不对？所以《老子》大经有一句话叫“无爱己身，无患己身”。为什么爱这个肉体呢？因为他会行光立德。为什么呢？我又担心他呢？他会造罪过业，对不对？我无爱此身，无患此身。爱他，他会行功立德；担心他，他才会造罪堕落。这个身体很重要，好好善用它。爸妈也要好善用，真的，尤其婚前最重要。玉没有猎人的价格高，有猎人的价格低，对不对？为什么要守身如玉？就这么高，很重要。第二个，心要恭敬，对人家恭恭敬敬。各位有没有发现，佛法都是念佛法里面做一个功，念佛叫什么？叫做功，叫做什么？温良恭俭让，那个功，温良恭俭让。拜五德呢，叫做功宽信平贵，因功。这佛法都对中不是功，功就是谦恭谦卑。有没有发现，鼻子长得越高，他们越低，懂吗？因为叫做 the taller they move grows, the lower they get。鼻子长得越高，他们越低。一万呢，如八十也无敌，对吧？一万呢，道德越保证的越不错。其他人在黑名单中，尴尬了。所以看到显然，我在裁公司，你行李大户，
官对人渣男不好心，他懂得物性，懂得人性，他帮你养子奋斗，他懂得家家教子，他的徒弟都失误，扬声有主客照顾，送他家庭和命法师，一种悟性，不懂得人性。他发现了，一般人大多啦，年长的做很多的风光不止，都讲罗安安道了，不讲了，打王讲罗安，看到他的正道，头都有一点谦卑。所以为老人家做衣服啊，光亮长一点，层量宽一点，他长得不错，他笑容那样，对吧？对吧？刚刚变成天地，所以层量长一点，那样很正不错。老人家他做衣服很漂亮，老人家光亮长，层量高，长得不错，笑容变成天地，层量长，光亮长，这是不错，就做好心，好印象，他懂悟性，懂得人性，好，很厉害，这很厉害，我不仅懂得人性，这很厉害。都要懂得谦卑，所以都要谦很重要。什么叫谦？讲话能够尊重到别人就是谦了，讲话尊重到别人就谦，没有尊重叫做谦。为什么要道歉？要道歉，因为你没有尊重到别人。你看哦，都到六十万那个叫谦卦，很好。谦卦我看卦象是这样的，它卦象是这样，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坤。坤就是地，它一上是这个，这个叫艮，艮就是山，山还跑到地下去了，这个叫心化。山本来在地上，都跑到地下去了，这个叫心化。所以人要懂得谦，对上对谦卑是平安，对平对谦卑是安全，对下对谦卑是高贵，懂吗？对上对谦卑是平安，对平对谦卑是安全。对下辈谦卑是高贵，这很重要，所以谦很重要。所以这里说，心要懂得恭敬，要懂得恭敬，然后呢，让你的自信能够清净。清则一尘不染，净则一念不生。所以要求你要做到三个，叫做身净、心净、性清净。其实我们也各位，我们得到了，得到了，就得到了自信，对不对？得到了自信。真正的心本性，所以性叫做道心。那么以下还有个心，还有个身，对不对？一般人呢都用这两个在做事，这叫道心，这叫人心，这叫许诺心。你只要用这两个做事的话，你会很痛苦；用这个做事的话，你会很自在。所以归巢线叫做生死线，生死线，光。上则生叫做天堂，往下则死叫做地狱。所以各位，既然我们求好用，应该用这个自信来当主人，跟主人的自信很重要。不要用人心，用许诺心，要用道心。所以《心经》有一句话叫做“真常进步，真常德性，常应常见。”常清净，有没有？而一般人应就不净，净就不应。有的人事情很多，他就乱；有的人呢，静下来，他就不想做任何事情。这叫常应，你看，我应则不净，净则不应。那一般人最高境界叫常应常净，他越静也越静。这种很高，我看多了这个机关头长。他的那个行事力啊，一个小一个小节的，时间很多，大家一点都知道。所以常念叫做日以万机，常静叫做方寸不乱，最高境界。时间很多，心不乱，这叫日以万机而方寸不乱，这叫常静常静。所以常清静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就希望各位能够让身干净，让心空净，让自信清净。那接着，那到了家庭呢，我希望能够做到三个，叫做孝孝孝。第一个这个孝，第二个这个孝，第三个这个孝。第一个行孝，各位行孝不能等，等会后悔，对不对？有两个不能等的是什么？行孝跟行善，或者后悔。
叫富裕健儿，风不足，体力养儿，心不大，人生最大的悲剧。所以各位，我们最好是为蒋经国先生讲过的话，今天做了，明天会后悔的，不要做；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的，他也会后悔。我他讲就很有心了，他说我有一杯水就自己喝，我一碗水就分散给你，一条河。正来给他给他点机会，多买点教训，别后悔。也不少了，已经开始了。然后我们往后下去练。
上，可他发现用过新的电站在新站来上课容易落下。别人哭不哭也闹的，哭的要笑的，让掉在裤子里真的很难看。就民主调令书，万有化成湖，抛琴十里外，此节风千古。气烟烟，洋洋树，一道孤坟火一丝。书香三更寒子，口望浑浊两不哭。此情此景，怎可以看？很重要，重要，各位好。我要找个源头，找个源头啊！各位感恩，知道吗？各位感恩要饮水思源，感恩就是幸福之道，知足就是快乐之道。那等一下各位有兴趣啊，我这里有个书签，让各位看一下。这个书签啊，我用的。抱歉，我不晓得我们这里的人一共有多少，所以可以带我更加多。所以老师有兴趣，等一下可以拿个时间，带各种鲜活的话题，他告诉怎么幸福，怎么健康，怎么快乐。幸福是给谁？是给常怀感恩的人，就感恩人有福的，感谢就是天堂，抱怨就是地狱，安逸就是悬崖，勤奋就是道路，怠惰就是死亡。
顶王一边合目，行乐一有路可走，对不对？再讲一遍，感谢分天堂，抱怨是地狱，安逸不好是悬崖，行乐是道路，带过是和睦，就顶王一边合目，行乐一有路可走。这不仅是他的正气人，这事业可以不景气，人不可以不争气。我到好几个大企业走过，包括什么，像那个平凡里的广达电脑，我往往去的好多，还有人工厂、银河厂、钢化厂、嘉义厂、新南厂，办了六十多千家店，还有像张荣发的，还有航运的全家店，他也做得很好。不仅是他不景气，这企业可以不景气，人不可以不景气。就感谢诸天，感谢这些东西。所以从你跟人家讲谢谢是怎么讲？一定是谢谢你，谢谢你，多少感激在心头。那感谢还讲要谢什么呢？多谢。单位往后讲讲，后为紧张，还有啥了？我请你，我恨你。力量很大，敢有恨，敢讲伤害错的人，有没有跟你讲过我恨你啊？那爱就成功了，我爱你，有没有讲过我爱你啊？蛮舒服的。昨天晚上以后我在看，发现那个菩萨，你看菩萨哪一个不是眉毛放的低低的，还笑眯眯的感觉？与其金刚怒目，还不如菩萨慈悲。这怒目的都是金刚，低眉的都是菩萨。但他怒目金刚，那低眉菩萨都看你。这豪话动你心中，官话动你心里，这悄悄话让心心波，你知道吗？很重要，各位，很重要，不要耍大零头，很重要，很重要，这样能够引起资源，他会懂得感谢。我这里有对重视的谁，对常怀感恩的人。快乐是给谁？是给心中富足的人。成功是给谁？是给坚持到底的人。都很棒。各位，等一下有兴趣啊，我根本不想用我多少，我带一部分，如果要的话，还可以带你，这个很棒，你常常看，对你帮助很大。最后两张，一张正，一张负面。负面就是关于我挫折，我失败，我跌倒怎么办？那么人的负面的十之八九，怎么样？就多看一二，少看八九，多看一二，少看八九，迎向阳光，没有阴影。背向阳光，到处黑暗。请大家有挫折，有失败，跌倒了怎么办？跌倒了怎么办？就爬起来，那就白白跌倒，懂吗？那跌倒第二次就爬起来，看你好几年，现在爬起来了。是我在讲吗？对。不要白白跌倒，要有收获。在挫折中要累积经验，失败中要一道成功。有一段含氧气量更低多的。给南京做参考非常好，只要找到源头，才会饮水思源。那第二个叫结缘，广结善缘，广度有缘。我们刚刚讲有缘即缘，无缘才成缘。我们人生嘛，最好缘越大越好。然后呢，就是 X 轴啊，就是叫 X 轴，越大越好 ；Y 轴越左越好。所以前先生讲过一段，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积极的生命。所以这个生活面越大越好，生命越久越好，这叫很大的哲学。以后我们人生这条越走越宽，越大越好，对不对？要到贪光大道，要越走越远不失败，要扬长远大。就希望我们人生越活越宽，然后呢，时代要更加越相应，要相信我们，就更加很大的和谐。所以我希望缘很重要。各位，我私教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先佛讲的师父啊，很好，连续干连续的八个字，叫做和和气气，相亲相爱。缘善的八个字，叫自自然然，无挂。活的八个字叫坦坦荡荡，尽心尽力；死的八个字叫潇潇洒洒，万事如意。哇！就把它写下来，说上一首。你把它写在贴在墙壁上，说你看。我想再讲一遍，连句要怎样？连句八个字，和和气气，相亲的相爱。
人善八个字叫自自然然，无挂无碍；活着八个字叫坦坦荡荡，尽心尽力；死了八个字叫潇潇洒。曾经超人把这个敢干，光明有的干，我拉我过他不能说，我拉我过他不能，因为他是学。
所有中药都是来上校的，没有中药来上校的，从中药到中药都是上校的，中药是校长改善的一些校事发展的一些叫做校替中系统的一些发展校长的他对校长做画画，第一个他有帮助，他还有一个有助力商。我举校长我的父母，我会跟校长的以后发生结果，不要干预。少说校长的建设，民主与成功进步，有校长的领袖，不得了啊！这个万人都要被服务，他被你泡了。最近有一个人抱怨妈妈，你看，有一个人抱怨妈妈，你看。影响很大，很感人的。欢迎妈妈，小薇妈妈。怎么样？就是因为那个吗？很淡定。你看我妈妈的土家，不擅长变大，她家婆劳碌，很吃力。一般人跳舞，不像和尚跳舞，就是三五个，对吧？每一个劳碌，二十几岁，哎，妈妈跳舞很好。爸爸妈妈抱孩子，家长变大，孩子抱爸爸妈妈，那是稀有，跟稀有啊，你看不一样。你看那个网络啊，它是很远，很远，这不容易。这爱心怎么放挂屏幕？你看，我这边笑人民就配，这个笑人嘴神心，既然人民很大。孝子生前生大事，孝子死后不断。二十四孝儿童展览，传那么久了，我们还在国外，我们还在遇到这里，遇到这里，它不简单。这，这梦想是最大的国家山，它住校的改变，被感动篇努力的呢，住城。住校感天住权感天，大家感动天不容易，这个顺利的住校感天，现在给劳动力做饭应该干不完，母婴一下啊，就看二十四孝一个就一句话，爸爸的忙碌不完，爸爸呢然后根本做不了，这就是人啊，母婴啊，人家一讲话都不了，用这个神奇。还有一个地家啊，叫做地下啊，对吧？这个都是地下人做最多啊，不完等于地下啊，成交的赢，按销量的销量是业业，叫做销量，对不对？我先讲个笑话，以前有一个小孩子去当的，叫当小孩子，后来呢，认识一个肖先生，感情很好，到认识婚嫁了。他说我嫁给你没关系，我要万福县，万福县就是肖当太太。所以呢，当小姐关于嫁给肖先生，万福县就是肖当太太。笑话很有意思，有一个人问他说：“啊，你女儿跟你还做做福气，叫做陈美玲，陈美玲，他说很好啊，人家都叫我美丽的妈妈，美丽的妈妈。”就刚好这样，要有正音去，而我呢是音字的爸爸，刚刚，所以一定啊，就是你儿子要成美丽，人家都叫你这叫美丽的爸爸。阿旺啊是两个正音去，然后这个叫音字的爸爸，对吧？也很好啊，音字的爸爸，那是民族气息嘛，对吧？这样就正音，让他就做不一样，就是都有。顺有有一次呢，他爸妈妈呢叫他当那个在屋檐，后来呀、梯子挪开了，一下放火，幸亏啊上面没有别的东西，就拿着大斗笠往下掉，往下掉，还好没有关系，天不绝人。有一个月让他下行，他大太阳变姑娘，马上开一条路就走，后来落井下石，后来感动了上天。他的大象为他耕田，他的小鸟为他。
融资给两个人，就要让后面两个人过来捉棉花。他觉得这个太粗心了，熬不脱走几年线。这怎么这个样？干嘛？他是韩剧的初期的。一般你你做完以后就你拖住你拖住你，但是你李先生不一样，马上跪下求饶，讲两句话，不感人。第一句话叫做母在子安，第二句话母去三子丹。把妈妈赶走了，我也做完了。把妈妈把妈妈留着，我也做完了。把妈妈赶走了，三个动物赶走了。你看，母在子安，母去三子丹。各位，这很重要。第二个 MQ 最高，什么叫 MQ 啊？叫做道德三字 MQ， 也叫做 moral 道德三字。这个还不错，各位。第二个，要想开运，还有最很重要的叫开运花。第二个叫开运花，哪位有哪位规矩？这边手上的开运花，装扮的装，装扮的装，那画的各位，这叫开运花。也是要笑，哪有笑？这个笑要笑，笑是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这个是在台湾哦，因为那个学习都不错，所以说汉有他人感觉都在对应，南北对应，族群对应，男女对应，你知道吗？我当初我发现台湾那种分类分型太小了，它是高管要同桌共济。要和中共济，要分理论学，那就是高瞻远瞩。跟着吗？台湾没有分裂的感觉。凡是民主社会，那民主跟做主啊，他能够做主八个主：主论是非，不论颜色，能主做主；然后主论颜色，不论是非，政策操办，对不对？只有深蓝深绿，主论男女，不论黑白，中间选民，但主论黑白，不论颜色。或者是大队长当总统。或者他自己干活，他没有来干活，家里真的很重要。我再讲一下哦，说你们不来大会，我忘记了。我刚问过你啊，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该记的忘掉就忘掉。你暂时忘，该忘的忘掉，该记的记住，你等他来证明哦，你就忘忘记记他。该忘的忘掉，该记的记住。那那你太忘，别忘，别对。但是该记的忘掉，还该忘的都记住了，那太忘。两个单元是对不对？达到忘记单位是未来是新的组，那你快乐。各位朋友，快乐没有？这该单，把该记的记住，把该忘的忘掉，记住。那你快乐，别忘，别对。该记的忘掉，该忘的记住了，对，就快乐。很多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早该忘了一大堆事，却还是年轻的时候，他们不会快乐。很重要，各位笑对你们啊，一笑可以跟抬头，一笑可以解千愁。说到自己早跟老公休，他叫你很厌。我经常警告自己，像我这么丑的，但不笑都完蛋。我在起自己通，我当了22年的校长，33就八五度，对，为什么？我在这2年学校，我的校长最大，所以我当校长。我告诉各位，每天三大笑，医生来不了。每天三大笑，医生来不了。一笑一少，一怒一老，笑就年轻来一次，怒就老化一点。可笑口常开，健康常在。笑口常开，健康常在。笑一笑老变少，笑一笑没烦恼，笑一笑没争吵。笑一笑好运到，笑一笑事事好，笑一笑善人到，笑一笑呱呱叫，笑一笑乐淘淘，笑得很不太多。真的哦，你若笑到全身发烫，行就不要，各位想还行啊，现在你们乖了，稍微一放休一下，行就不要，没希望了，你想还有，各位有平常心，整个晚上行，各位没有关系，整个晚稍微停止进步，严厉治疗各位是最好的。笑是上帝容对他恩典，让他难改求，懂不懂？有求，你有他们功效，绝对没有。各位人会笑，他会哭，会笑，你杀人都会掉泪，他会笑。有一天，大家告诉人修行，那叫功德。
我们为了拔牙齐拜这两颗心魔，你知道吗？这两颗心魔笑容满面，告诉我们说到越说越欢喜。所以呢，说到越说越那个心魔，对吧？可学到越学越和气，说到越说越欢喜，讲到越讲不气，办到越办越契机，行到越行越公子。这是告诉我们说到越说越欢喜。那主要一场大礼，我就要求一面怎么办？然后新的公司更欢喜，万新繁荣化，何况谁能满意啊？说这个，我都过来，你去感受，就够了，很重要。说到越说越欢喜，懂吗？我就欣赏这口，我们的王很棒，你看他的照片很熟，如果把他你带在身边，谁会怎么看过？像一个。我就欣赏他了，男子嘛，换不掉的，那换不起，那可以背你，是我们要从哪里来的？因为我把刀放下，我一根手就要刀，你一把刀手就往哪里手放下？会不会往下放掉？我一定不会放下，因为不会很简单，因为我是那个第一个妙法大师，第二个满下欢喜，第三个心中开阔，第四个大富翁。刚才那两个人叫大肚鸣龙，鸟雀人间多少事，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之和。这个二年大肚鸣龙，龙天下难得一次，开口殿下难得了三个洞就难得了，就叫你在一起谈，你去不擅长的谈。各位，这个很重要。第二个 NQ 最高，什么叫 NQ 啊？叫做道德三字 ，NQ，N 叫做 moral， 道德三字。这个还不够，所以第二个要三。开运，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叫开运花，第二个叫开运花。哪位姑娘是很小众的？开运花，装扮的装。装扮的装，我要画一个，这叫开运花，也是要笑，哪个笑？这个笑，要笑，笑是和也者，天下是达道。这个你在台湾哦，没有那个选举都不错，选举就看就差了，我感觉都在对应，男女对应，族群对应，男女对应，很糟糕。我常出国，我发现台湾没有分裂的感觉。太小了，像高考要同中共济，要和中共济，要分理论起，那就要讲高瞻远瞩。跟着啊，台湾没有分裂的感觉，台湾民主社会，台湾民主跟弱主啊，那什么弱主八个主，不论是非，不论颜色，民主弱主，然后只问颜色，不论是非，政策超量，对不对？只有深蓝深绿，只问男女，不问天法，中间解决。要只问金牌，不问名。或者水大热上加好水，或者水上去，再水上热上干水下呢？真的很重要。我再讲一下哦，跟金城不然大队，我忘记了。你都问到你啊？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该记的忘掉就忘掉。一点大西瓜哦，该忘忘掉，该记的记住，你也不怕了，做以后你就忘忘记记这样子。该忘的忘掉，该记的记住，那那你爸都别忘，对不对？但是该记的忘掉，还该忘的都记住了，你知道吧？反正就是不会找到忘记那个字，虽然是一清二楚，但是有怕的，都有两位怕的不严重，就刚刚把该记的记住，把该忘的忘掉，记住。那你爸都别忘，对不对？该记的忘掉，该忘的记住了，对，就怕的。很多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早该忘了一大堆事，却还是一清二楚，那是快乐，很重要。各位，笑对你们啊，一笑可以跟抬头，一笑可以解千愁。不知道自己早跟哪回去，还这样很厌。我经常警告自己，像我这么丑的，再不笑就完蛋。我在起步之中，我当然22年的校长，33、38、5对，为什么？因为我在这2年学校，我的校长最大，所以我当校长。我告诉各位，每天三大笑，医生来不了。每天三大笑，医生来不了。
一下一下一弄老下叫年轻来一次怒叫老化一次下手常开健康常在下手常开健康常在下一下要变少下一下没烦恼下一下没争吵下一下好运大下一下事事好下一下赞美人道下一下呱呱叫下一下乐好吵笑场不太多真的哦你若笑到全身发烫行得了我一场还行啊今天你们快了这样明天我们休了行得了没希望了你想开了各位都不关心全额还是什么各位都不关心全额了稍微停止进步停止治疗各位是最好的稍微上帝有最大真理让他难感情懂不懂不情你有当初当不上绝对没有六年会上他会哭会上三年他会掉泪他会上回年你大家告诉你是不是那叫不如何这个叫弥勒佛对有什么可惜的我们为什么白羊星带着两个仙魔你知道吗这两个仙魔笑容满面告诉我们说到越说越欢喜所以那时候菩萨带领这个仙魔就来可学到越学越和气说到越说越欢喜讲到越讲不是你办到越办越契机行到越行越恭喜就告诉我们说到越说越欢喜那时候一场大兵就忧国洁面很快然后吃的不要说更欢喜我吃完的话我把嘴的满地上都走就是我都过得很期待就好就够了很重要说到越说越欢喜很重要我就心满意足我认为很棒你看他的照片很熟然后把他你带在他身边这个我不想过像这个看一下你认我我就心疼他了男子呢换一个就是他不久的他可以背你就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老公换一下他一堆水一样的你一起爬下去就会爬下去告诉他会努力往下攀比哦我努力并不会帮你来攀比不是不简单因为我是个人第一个没有烦恼心第二个满下欢喜第三个心中开阔第四个大富于荣三个那两个人叫大富于荣了却人间多少事满腔欢喜笑开天下五心愁这个对联大富于荣同天下难容一世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可笑口堂堂开欢迎人人来娱乐他的心很小他的心很小简单简而易赛各位把他记住他的很棒简单快用比如他说有事关心无事开心大家好有事关心无事开心我们都怕他没有时间关心了就关了嘛开心关心嘛干嘛要烦呢有事关心无事开心有理说理无理莫理有理我有理我有理我不想告诉我来来来我们再来再来复习一遍有事关心无事开心有理说理无理莫理告诉你当然很重要所以没有那么简单日日轻松过夜夜大思考日日轻松过夜夜大思考谈谈夜夜大思考我在那个我在什么我在那个睡觉时间啊我会想到那个六祖坛念佛教非常好它叫什么叫做真爱关心长生两角握我们六坛有这句话真爱关心长生两角握叫做真爱关心长生两角握就是爱都不要把它放在心里头叫长生两角握这叫做现在六坛是的净土跟它的后所以跟爱不关心长生两角握真的恨恨爱都不要把它关在心里头要把两角
组织鼓励我健康生活，我在跟爱不关心长生两载过，不要写错了，你把这两个话题忘了，那就很悲哀了，要长卧两脚生。各位要长生两脚卧，不要长卧两脚生。哎，好啊，那要干什么？你到底呢？现在大家有些症状多，要跟爱不关心长生两载过，这够问题的，很重要，各位。因为我真的很潇洒，啊，很棒的。所以我要做到了，第一个 EQ 最高，那 EQ 叫做情绪上树，我一笑树枯嘛，一笑就百变了。就你认为讲过一句话，有人打老婆，老婆先跑掉；有人骂老婆，老婆嘻嘻笑。若嫌对方啊，若嫌吐脸上怎么办？任他自干了，我也省力气，他也免烦恼。最好第二点，一起高兴的话，多大几个了？有人打老婆，老婆先跑掉；有人骂老婆。这个 A Q 什么 A Q 叫逆境三处，这些是干什么操？今晚打龙我两个，我们要有个女生啊，这女生你做过？啊，今晚还会讲呢，今晚讲会需要你讲呢，啊，今晚今晚做不了，说到做到，我们必须讲。所以你不能在网上，你不能自杀年龄哈，上到小学早就会自杀，不敢当，小学会自杀，你不敢当，你敢不敢？今晚你干嘛不要老公给我？你看我们俩一个一个家庭需要你好这样子啊？他俩空中包揽打呀，都有人一打人玩保住，对不？今晚我们请归安过，太多人挫折的容忍度啊，太差了，真的哦。对呀，我跟他们提到树心成长，什么叫树心 ？IQ 叫智力张度 ，NQ 道德张度。EQ 情绪张数 ，AQ 逆境张数，逆境张数，这同时很重要。不然 EQ 嘛，也就不好，那感觉 EQ 很好啊。不然 IQ 在晚年拿到博士，但不懂得进退进退，有吗？有啊，等在德国得到博士的叫留德博士，到台湾变缺德博士，都可以看得到。啊，留美的不美，留德的缺德啊，是吧？对不对？有美的不光不美呢，有美的他缺德哪里去啊？这叫 IQ 有 EQ，IQ 有 EQ， 和数据都很重要。今晚这个小朋友，今天不要小朋友最好的，对杨姐药是目前最好的药，而且药的效果更好，药效跟中文一样，这叫药效，药效，药效什么东西？药效，药效，药效。今晚咱们头领啊，对对，叫笑笑笑。今晚咱们头领啊，只在做一个事情，大家知道吗？今晚咱们都在做忙忙忙。第一个这个忙，第一个这个忙，第二个这个忙，第三个这个忙。第一个眼睛看不清楚叫夜盲，很多人都不知道要什么方向。我在启智之中哦，有22年，我看到底你刚感受很多。我从孩子得到的比我给他的还要多。我连起住15年，我发现我年纪大，微光，那我点点，我点点，我落地。可六祖坛经有一句话叫“定慧等觉”，怎么样？各位，我们六祖坛有一句话叫“定跟慧可以打等号”，这叫定慧等觉。所以即定之时，慧在定；即慧之时，定在慧。所以定力够是慧大。像牛顿他定力够，他才发现什么叫做万有引力定律。我想苹果不是第一个打在牛顿的头上，但只有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然后打在我们头上呢，你最多叫什么倒霉，你打我把你吃掉，还装不下。牛顿，你看不能让牛顿接回家了，那因为要进几十家矿嘛，不能让上头高空间，他就容易变下去。就跟你一样，头发并包有，这是那种痔疮。你看我是真的，真的，你看我干不干不？你光没干干，我干光没干干，我差不多了。你老是不干不干，他拿一个杯子，他拿一个杯子问学生，他说小黄最想，那个学生问小黄最想，
那天我们老师忘摘了，谁给你摘了？这是不要了，这一瓶呢，是吧？那天咱忘摘了，我们老师他记得摘一堆礼物。你那我们广播一样摘，忘摘了广告正好，我一样广播机，我那口水往还就一样摘。我原来不要摘，重新一起，重新再去广告，挺多功夫打算的，因为那不要下。不错还可以，所以考全系啊很难，考半系可以，有老师给你一个360行，让学生接下半系，那应该接什么？好的，就这样。接啊，不断连传呐，最近不少起诉学校，跳人呐，一样文章，该讲文章，能写都写不完，360行，写都写不完，一张不用再要，再换不到我发嘛，这叫物理练习。所以啊，这个人叫正向叫逆向，这样人打一个叫做哈不庄严，这个叫做写都写不完。关于告诉这种大家有听到吗？什么都听到的，不告诉你听到的导演告诉你导演一个 A， 这个我有感觉，我在启动就有感觉哦。所以我们学生啊，女学生啊，有人去帮你们，现在有公共电视有一个打手语的，他是我学校毕业生，叫做王小书，看到吗？公共电视有一个打手语的，他是我学校毕业生，他长得高挑脸蛋不当不能去，真的哦，简单的叫黄小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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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们刚刚来讲过，别叫我就隐藏身材，我就隐藏头长、手长、脚长，这个特别好，你根本就隐藏身材。头长、手长、脚长，我给你描述，我会好不好教你啊？我就隐短身材。我们今天大家来教你啊，首先三长两短，头长、手长、脚短，头长、脚长、手短，我这三等五对。要的话，隐藏大家五短，要这三长两短。我当时有这三等五对，好家伙，拿这房啊，等年等华对，这三等五对，有点道理，跟人要有三长两短，哎，对，有点道理，然后这很重要。你说那个启动的不好不一定，我在启动就要7年多，我为什么会还有？你的耳朵能够听到是非吗？哦，不行，我是聋子。那你嘴巴能够讲是非吗？哦，不行，我是哑巴。那你的心听到是非吗？他高兴得不得了，指天挂地说能，我都让你过了。你耳朵能听是非，什么都懂学是非，请问是非就是听来的吗？你口不能说是非，又什么多少学是非？请问是非不是说出来的吗？你知道是非，是非就够了。我们人刚好相反，耳能听是非，口能说是非，眼能见是非，心还未必知道是非。我们还是讲行禅而神权，我们是行权而神禅。不理解啊，外面你看起来就是什么样？行禅而神权。不理解，可以这样讲，行是禅，外表是禅，但它神权，对不对？但别讲的好听的，行权而神禅，光看起来表人禅。就是有一个有没有有哎，这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更好。所以宁可行禅而神权，也不要行权而神禅。你懂吗？真的哦，我记得我参加时装学校，有人让我去占领身份，我们也放音乐叫做早操。有一天停电了，音乐停了，我看一下，听到音乐老师啊，动作都跟着停了。但我们听到韩语不受影响，看到对啊对啊，告诉他，然后发现音乐是放给我们听的，不是放给他们听的，跟他们的。你要观看音乐，放到音响，我听见两个人稍微扶手，不能大声，找一个人去放音乐，对，练习的才会动起来。我
我你俩不是贫贱吗？他比我们强，他会贫穷。啊，我在上你玩，我花花。一二会，天生我来必有用，就看用在哪里。碰到贫贱，他比我们强，真的。反面贫贱的，然后一想想，他在那里玩，他会贫穷，就不一样了。我有一大队学生啊，到北欧、把丹麦、瑞典、挪威参加全球的青藏奥运，就上说踩他的板一样。听说青藏都来了，他们打所有都聪明，然后报名。我才发现，你到了青藏的世界，不是他们青藏，是你青藏。他可以沟通，你都不能沟通啊，计划难哟。真的，又忙不好推荐。我讲个笑话，在英国伦敦啊，这个雾都知道吗？大雾弥漫，有一天啊，雾更大，伸手不见五指，车子不敢开，都停路边。有一个人啊，叫史密斯，他赶去开心脏了，怎么办？怎么办？我要开会啊，怎么办呢？那我大错了，雾太大了，车不敢开，都停路边呢、啊，那叫大，用宽敞。几个街道，换了那个上道。他感动，你怎么办得到？雾那么大，怎么办得到？我就做简单，第一个那条路我很熟，第二个我是下雾没有什么用，所以那样雾也就弄，那把这个家伙清理一下，很大的雾啊，这个家伙，这个很大的雾啊，所以很难搞。这天津火车站在重站啊，交通很简单，放这个地方就交通，放这个地方就对，放这个地方就交通。垃圾放在地方叫资源，资源放在地方叫垃圾，对不对？看对联是好，看对联是好。换了欢迎鼠蛋，换完鼠蛋能加红点；换了欢迎红果，要放红果能加红点。真的哦，你告诉我这三个故事。教育放在地方，有一个学生好很好啊，他哦不想读书的，导致活动啊，这应该是让倒霉。不读书还可以的，又要考虑吃饭，会尽量有优点吗？他这种对年轻人啊，他高发低考虑一下。有一天啊，学生毕业了，经过若干年，学生来回来看老师，老师我让回来看你，那你想一高伟杰，他昨天对广对杰，我要上班的，不然怎么办？他昨天对广对杰。那电力公司嘛，那管理哪个对他不知道，那对他更重，我会失去我。跟人家找到那个电力公司嘛，反正对他比不出来，对他就重了，就是他越高，薪水越高。就像我老师，我的收入比你高，很多人他放对地方了，一杆漆放在水中，永远永远有气的；把家放在水中，永远永远他都是没气的，对不对？你跟我在讲故事。有一个学生啊，也是考大学，怎么考到考不上？你妈妈就很难过，回五十年考都考不上，我们这已经很不好了。那你说你了，说你了，说你了。今天来讲，就刚刚，今天来讲优点哦，喜欢雕塑，雕塑那些。因为想要做单以后，他这个家乡要做一个塑像，为伟人做一个塑像，后来好多人来应征，那拿他儿子也来应征。而且竟然脱颖而出啊，就选他了。哇，后来啊，这个铜像啊，下个落成之后，就请他发表意见。他说：“妈妈，因为我现在都看到，在大学没有位置，我今天找到我位置，可是我的名字跟伟人放在一块，为什么？这是我标的，这是我标的。你看不一样，我天生我才坐在重担上，各位，你说没有？就叫我名字叫上我师校。”我是学教育的，我师大教师毕业，我师大教育研究所毕业，在教育界投入了三十几年，最早有点概念。那个人本叫许正的风土地，叫什么地？叫上火师下火校，叫做上师下校。上怎么给？你在怎么学？怎么表扬？学样？我经常能画很久，经常弄东西。我看你一块单，你干很快，你那会修，你那修。会怕这个孩子来去怕这个家庭，健康的孩子来去健康的家庭，他的孩子来去看的家庭，说对不对？先有怕这个老师，还有怕这个学生；先有活泼的老师，还有活泼的学生，你说对不对？
然后老师今天上课是挺粗糙的，上课的时候叫你们说你们热啊，啊热啊，啊这样热起来，我靠！所以其身正，不应而行；其身不正，所以应不从。自己大不稳，还是靠不住；自己大不稳，还是靠不住。很重要，各位很重要。所以，啊热了，我们大家都很忙，像别人身忙，大家都忙得团团转。像各位今天来听课，因为太闲了才来的，对不对？对不对？无聊，说我来打发时间，我来杀时间，时间很多了，还让你杀，要出去哦，出去哦，对各位，时间都是拨出来的，没有剩下来的，对吧？对。时间都是拨出来的，没有剩下来的，要说忙，别说忙，哪一个不忙？有三种不忙，第一个精神错乱的比较不忙。第二个病人也比较不忙，第三个死人痛怎么样？所以对钱谈判什么都不要做不好，要多忙是多忙。但你讲忙就失掉了本性，各位那个忙忙怎么写的？叫做王心也，王心也，这个心你去查字典，这个叫执心，执心，这个。就是道场，心正时就有道处。所以六祖坛经有一句话，叫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就这句话，心平气和不必持戒，行为正直也不必修禅。所以心平之心很重要。想忙就失掉了本心，各位不要想忙，你的本心就没有了。真的，跟美国的总统叫罗斯总统。你看第一夫人从来没有讲这个 I'm busy， 他从来不讲我很忙，他不讲，因为按大陆这样说，他会讲我很忙，但忙就失掉了本心。第二个忘了也很糟糕，忘了怎么写的，也就是王心也，你看看到王心也，这个心已经勾起来了，这叫后天的心，这叫勾心斗角，已经勾起来了，这是直心和后天的心。很多人常忘，哎你怎么不来上课？我忘了，莫名其妙。有些学生都忘了，莫名其妙。我华山先生啊，连学生都忘了，什么怎么办呢？做干单，跟他拉亲戚，怎么挣钱？做干单，跟他借钱，你管不了。不要多伤害人，他会有一个借口，他会自己心疼，他也可以从心不忘。所以各位，他忘你很讨厌，很讨厌，要挣他的记忆。还有一个叫私心。各位讲吗？还有一个叫私心啊，私心有没有拿过？这里啊，叫这个病，第三个叫被光啊，这个被撞，这个看，这里啊，光，这个不撞，也可以不看，光一来杀敌了，光一，啊，憨厚来杀敌，憨厚就不能换了，憨厚那是这个，啊，光一来杀敌。我们听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龙天山。龙天山的业务大人七十把寿，七百遍，众满意，又谢天山回来跟他祝寿，好高兴哦！谢谢来朝，我们来一个幸福联盟。今晚一天跳舞啊，唱歌，开档期，我可以吟诗作对。所以他要，他说再来吟诗作对，不过他有三点条件：第一个叫人。最后这个纸还要回来，要回到本身的身份，就不敢当了。然后再来临时过队，不上交一个纸叫人，最后叫人，他回到本身的身份。他的大女婿啊是老师啊，然后学问好，然后更知道说人能红道，非道红人，好厉害啊！然后他往往告诉人家，人能红道，非道红人，他回到老师的身份。这个是个法官，太厉害。他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就做这个工作，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那么军官太厉害，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就去犯犯。人家这个方面，我们几个组织就来了。今天的研究员说：“赶快来给安排哦。”到时候我们今天这个方面，我们比较不倒少啊，我们几个组织就来，就赶快。也不该先点面搞得你下去你知道吗？都不能一搞得你下去你呢就搞得你下去就不能你下去。重点是啊，说人家不会你还明人。
咱不会，咱今年拿的是。不要这样说，人家是装生意，他不会让带一个身份，人家不会是南京人啊。这叫做急中生智，这个故事啊，这个笑话是有标杆。啊，老师叫做人如同道，非道同人。法官叫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清官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公务员叫做人家不会，你还明眼不告诉。这个是很高端的境界哦，很高端的。好，那么啊，还有一个呢，叫做新政法，各位，还有新政法，第三个新政法。新政法就是茫茫然，茫茫然，没有目标，好像打法没有目标，长谈没有土地，打法没有目标，叫做无地放矢，长谈没有终点，叫随波逐流。这两种情况是一样同的，没有目标很危险，对不对？会惶恐。我想一种，美国一个大法官很忙很忙，忙着他们转。连拼命出简报时间都没有，连看每天的 schedule 的时间都没有，他拿秘书帮他打车票，他拿车票上车看。我是助力，不是主力。我是垫脚石，我不当绊脚石。你说什么？我要当垫脚石，不当绊脚石。我要当助力，不当主力。你说什么？我们这个生意也是这样，做好事是他，做烂事也是他，对不对？所以老子大经有一句话，叫无爱己身，无患己身。为什么爱这个肉体呢？因为他会行光。为什么呢？我又担心他呢？他会倒退后退，对不对？我无爱此身，无患此身。爱他，他会行功立德；担心他，他会倒退后退。这个身体很重要，好好善用它。爸妈也好好善用，真的，尤其婚前最重要。玉没有裂痕的价格高，有裂痕的价格低，对不对？为什么呢？否身如玉这个高，很重要。第二个，心要恭敬，更加恭恭敬敬。各位有没有发现，孔老子念佛法里面说一个恭，念佛叫什么？叫做恭，叫做什么？温良恭俭让，那个恭，温良恭俭让。道理呢，叫做恭宽信敬，因恭。这孔老子就对中不是恭了。光就是谦恭谦卑，有没有发现女主长越高他们越低，懂吗？用叫做 the taller they move grows the lower you get， 女主长越高他们越低，一万两如八十元如几，对吧？一万两到的越宝贵的越不错，其他人在太平间跟我尴尬了，所以看到解然我在裁缝师你行路高度关对人账号能做好事，他懂得物性，懂得人性，他帮你量尺寸以后，他懂得加加减减，他有独立公司务，量身有尺寸，照做，加加一个一把，一种物性，不懂得人性，他发现了，一般人大多啦，年长的做很多的风光之子，做很多的安安道道，就安道，打完讲完，安道道，风光。我不说有一点谦卑，所以为老人家做衣服啊，后面要长一点，前面要短一点，他长得不错，他笑容也好，对吧？对吧？我们赶快变成谦卑，所以前面要长一点，后面短一点，那我们两家做衣服怎么办？老人家后面长，前面短，长得不错，笑容变成谦卑，前面长，后面短，就是什么？就做好心，好一下让他懂悟性，懂得人性，很厉害。这很厉害，我不应该懂得人性，这很厉害，都要懂得谦卑。各位，所以各位知道谦很重要，我们要谦，讲话
能够征服到别人就是谦让，讲话征到别人就谦让，没有进步叫做谦让。为什么要道歉？要道歉，因为没有见到别人。很厉害哦，会到六十万就会到牵挂，很好，很好。牵挂我看到卦象这样的，它卦象这样，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坤，坤就是地，它一下子是这个，这个叫艮，艮就是山，山还跑到地下去了，这个叫牵挂。山本来在地上，都跑到地下去了，这个叫牵挂。所以人要懂得谦，对上对谦卑是应该，对平辈谦卑是安全。对下辈谦卑是高辈，懂吗？对上辈谦卑是平凡，对平辈谦卑是安全，对下辈谦卑是高辈。所以这很重要，所以谦很重要。所以这很说谦要懂得恭敬，要懂得恭敬，然后呢，让你自信，能够心静。心得一尘不染，静得一念不生。所以要求你要做到三个，叫做身静、心静、性心静。其实我们各位，我们得到了各大的好处，就找到了自信，对不对？找到了自信。身的心本性，所以性叫做道心。那么你下哪一个心，还有身，对不对？一般人呢都用这两个在做事，这叫道心，这叫人心，这叫许诺心。你只要用这两个做事的话，你会很痛苦；用这个做事的话，你会很自在。所以归条线叫做生死线，生死线。往上则生叫做天堂，往下则死叫做地狱。所以各位，既然我们求好用，应该用这个自信来当主人，真主人的自信很重要。不要用人心，用许诺心，要用道心。所以《心经》有一句话叫做“真常进步，真常得信，常念常见，常清净无欲”，有没有？而一般人念就不信，信就不念。有的人事情很多，他就乱；有的人呢？静下来，他就不想做任何事情，这叫表面不干。我应得不信，信得不应。那一般有人最高境界叫常念常信，他越信也越信，这种很大。我看多了这个机关头长，他的那个行事力啊，一个小一个小节，事情很多，但他一点都不乱。所以常念叫做日理万机，常信叫做方寸不乱，最高境界。事情很多，心不乱，这叫日理万机而方寸不乱，这叫常静常静。所以常清净无欲，懂吗？这很重要。就希望各位能够让身干净，让心恭敬，让自信清净。那接着，那当然家庭呢，我希望能够做到三个，叫做孝孝孝。第一个这个孝，第二个这个孝。第三个这个孝，第一个行孝，各位行孝不能等，等会后悔，对不对？有两个不能等的是什么？行孝跟行善，或者后悔。敬而恭不辞，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所以各位，我们最好是为蒋经国先生讲过一句话：今天做了，明天会后悔的；不要做，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的。他也不做。你好太多，他大哈，大哟，你好太多，什么什么，红卫兵啊，文化大革命啊，你好太多，怎么样？对他。
不过他感觉我很心软，他说我有一杯水都是几个，我一碗水都跟干杯，一条河。正好给他们一点机会，多买点教训，以后吧。那这样新的工艺呢，电方的东西进步，你找个笨孩子。也不早了，你先来吧。然后我们往后下一点。
的人就放弃了。他发现又没有新的电站在影响深刻努力过的。别人哭不哭也很棒，我哭的那样笑着，让掉在裤子里真的很遗憾。我银鼠掉一书，万有化成炉，掏琴十里外，紫蝶风仙谷。气烟烟，杳杳树，一道孤坟走一诗。书香三根竹子，守望坟边不哭。此情此景，能否以看？很重要，很重要。各位好。我要找个灵魂，找个灵魂啊！各位感恩，知道吗？各位感恩要饮水思源，感恩就是幸福之道，知足就是快乐之道。那等一下各位有兴趣啊，我这里有个书签，让各位看一看。这个书签啊，我用的。抱歉，我不晓得我们这里的人一共有多少，所以可以带有更大的多。所以有兴趣，等一下可以拿个时间，看各种鲜活的话语，他告诉你怎么幸福，怎么健康，怎么快乐。幸福是给谁？是给常怀感恩的人，就感恩人有福的。感谢就是天堂，抱怨就是地狱，安逸就是悬崖，勤奋就是道路。
敢做就是死的，顶完就觉得坟墓，行的必有路可走，对不对？再讲一遍，感谢就是天堂，抱怨就是地狱，安逸不好就是悬崖，行的就是道路，敢做就是坟墓，就顶完就觉得坟墓，行的必有路可走。这不仅是他的正气人，这气也可以不景气，人不可以不正气。我到好几个大企业走过，包括什么？到那个平凡里的广达店的，哦，王永庆的好多，还有人武厂、银河厂、彰化厂、嘉义厂、新房厂，办了六十多千甲的，还有像张荣发的，还有航运和全甲店，他也做得很好。不仅是他自己写，有企业可以不景气，人不可以不景气。我感谢诸天，感谢这些东西。各位从你跟人家讲，谢谢是怎么讲？一定是谢谢你，谢谢你，多少感激在心头。因为感谢人家，谢谢人家，都是啊。单位话后一干家，后为紧张，还有啥了？我注意，我恨你。力量好大，敢有恨，跟讲伤害错过人，有没有跟你讲说我恨你啊、哦？那爱就成功了，我爱你，有没有讲说我爱你啊、哦？就是，所以把这个以后我再看，我再讲，哎，对，行啊，你看菩萨哪一个不是眉毛放的低低的，还笑眯眯的感觉，与其金刚怒目，还不如菩萨低眉。这怒目的都是金刚，低眉的才是菩萨。但他怒目金刚，那低眉菩萨就看了。这豪话做你轻松，官话做你吃力，这悄悄话让轻轻多，你知道？很重要，各位，很重要，不要耍大名头，很重要，很重要，这样能够引起资源，他会懂得感谢。我这里有对认识的人，有常怀感恩的人。快乐是给谁？是给心中富足的人。成功是给谁？是给坚持到底的人，都很棒。各位，等一下有兴趣啊？我根本不想利用我多少的，我带一部分，如果要的话，还可以带你。这个很棒，你常常看，跟你帮助。这有两张，一张正，一张负面。负面就是万一有挫折、有失败、有跌倒怎么办？那么人的负面有十之八九，怎么样？有多看一二，少看八九；多看一二，少看八九。迎向阳光，妙阴影；背向阳光，倒退黑暗。请大家有挫折、有失败，跌倒了怎么办？跌倒了怎么办？就爬起来，那就白白跌倒，懂吗？那跌倒必然是爬起来，但好险的，现在爬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啊？不要白白跌倒，要收获。在挫折中要有新经验，失败中要一道成功。有一种含氧气量比一般人，给南帝国参考非常好。只要找到源头，才会饮水思源。啊，这个小情侣广结善缘，广度有缘。我们刚刚讲有缘即缘，无缘才是纯缘。我们人生啊，最好缘越大越好。然后呢，就是 X 轴啊，就是叫 X 轴越大越好 ，Y 轴越左越好。所以田先生讲过一句话：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生活。生命意义在创造宇宙积极的生命，所以这个生活力越大越好，生命越久越好，这叫很大的觉。以后我们人生这条越走越宽，越大越好，对不对？不要叫贪官大道，要越走越远就失败了，叫扬长扬大。就希望我们人生越走越宽，然后呢，时代要更加越强硬，要相信越来越好，叫很大的。所以我希望缘很重要，各位，我是教非常好，对我们这个生活感是教很好，缘聚干缘聚对不对？八个字叫做和和气气，相亲相爱。缘善呢，八个字叫自自然然，无挂无碍。活着八个字叫坦坦荡荡，尽心尽力。死了八个字。叫潇潇洒洒，万事如意。就把它写下来，说上几首。你把它写在贴在墙壁上，看一下。我想再讲一遍，邻居要怎样？
连续八个字，叫和和气气，相亲的相爱。连善八个字，叫自自然然，无挂无碍。活的八个字，叫坦坦荡荡，尽心尽力。死的八个字，叫潇潇洒。
谁敲门把这个胆干，光明怎么干，我拉过他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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